我真系冇谂过，可能佢突然之间……唉，做人真系花学。早几日佢仲喺度嘻嘻哈哈，转下头就……近排硬系见佢神不守舍，讲嘢又古古怪怪咁，佢一定系好唔开心。早知系咁嘅话，我应该要多啲关心下佢，应该要多啲关心。我哋屋企接二连三咁出事，都唔知行咗啲咩衰运。今日见到佢都仲系好地地。为什么会这样的？娜娜早排情绪都不是那么稳定，估不到她会想不开。做什么这么傻，要走去自杀才行啊？问娜娜自杀的吗？警方未有定论，不要乱说。系啦，有机会系意外咧。秀儿，有咩要我帮手嘅，即管同我讲。有心。细嫂啊，你都唔好太伤心啦。娜娜一定唔想见到你咁样。点唔太伤心啊？而家死咗个女又唔太伤心。把人之痛，我暂晚十晚上休息下先。秀儿，唔好谂咁多啦，啊！最重要的是你始终都是我的傀儡，永远都不会改变的，是不是？那就行了。爹哋，真的无所谓吗？爹哋，你心情怎样？为什么我要道歉啊？我都没错。究竟大妈定是细妈是我亲生阿妈？你有冇理过我感受噶？原来我咁多年都冇机会知道我亲生妈咪系边个。我最近咧睇咗一套好狗血嘅电视剧，讲到咧我哋成屋企人嘅关系乱过乱撞钢筋，我谂你忍唔住笑，好笑。你好地地纹咩身啊？俾人哋见到成个体统啫。呢啲叫 fashion， 几多外国明星都有噶啦。不如林啊，你哋两个用矿水帮我洗咗佢咯。你唔中意读书，我知道。咪俾你做 model 咯，我帮你建立 YNL， 因为我希望你可以有你自己嘅事。其实你爹哋一路都冇奢望过要你有咩成绩，最紧要嘅就系你去做你自己中意做嘅事就得噶啦。其实你 tattoo 好好睇。好夹你，
不過聞一次就好啦。你咁靚女，唔使儲咁多嘢去錦上添花嘅。冇諗咁多嚇，陣間早啲唞。啊，唔好飲咁多酒。点啊？阿柳 Sir 点讲啊？二小姐唔系真系过咗身啊？都会咁噶？啊！阿柳 Sir 有冇讲？阿二小姐点死噶？死都唔知点死。痴男好后生，好地地无端端点解会死？佢琴日先同我讲咗，佢话佢要出国散心，我都觉得奇怪啊！讲晒一大堆唔知讲咩嘅嘢，我完全都听佢唔明，佢仲同我自白添。原来二小姐系想同我讲坏事。阿仔啊！阿二小姐最终有冇见过佢？佢嚟先达飞，其实佢系有事揾你噶。你再咁玩法，迟早玩出火。玩出火冇所谓噶，有你救啊嘛，有你信我。我咁生性，有冇谂住请我食饭？哎呀，我唔会咁老土咧，要你负责任嘅。点解你系要拣 Charlotte 唔拣我啊？我中意嘅净系 Charlotte。我个胃好痛，你可唔可以黐我入医院啊？Nana， 我哋冇时间陪你玩啲咁嘅游戏，亦都唔想再俾你呃。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而家无论是透过网站或者是 TVB Anywhere Plus 的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的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埋我哋的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是我哋用户的朋友，就快啲 scan 呢一个 QR code， 同我哋的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各位 APM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有份演出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黄浩然。我是有份演出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艾威。啲精华片段是不是很正呢？快啲 like 和 subscribe 我哋欢乐 APM channel， 收看更多 TVB 的内容。